歡迎大家收睇《亞洲星光大道》嘅2009大事回顧。我还记得到天上团聚，吻下来豁出去，从前多么登对。你能体谅我有雨天，偶尔胆怯你都了解，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谁能体谅我的雨天 ？Forever love，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杯继续爱你，从今以后。未参加亚洲星光大道之前，邝瑞克一直从事高速公路收费员，但系呢份工并唔系佢理想工作，佢嘅理想系想成为一位专业歌手。终于，佢坐言起行，为咗追寻梦想，作出取舍。对老师好，诶，即刻学晒啦！嗰边，嗰边啊，嗰边。我讲咗啦，讲咗头先，第一个，梗系第一个讲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拣嚟嘅第一首要唱嘅歌系周杰倫的《黑色毛衣》。媽咪，其實我好想繼續走我自己呢條音樂的路。其實收尾的工作我真的唔係咁中意。我其實好真係好中意唱歌，好中意好中意想繼續走落去呢條路。一个扭转人生的重要决定，即系如果唔参加比赛，你系咪都要翻去继续做呢个高速公路嘅收费员噶？唔使啦，而家就辞咗份工，就专心做歌手。
係啊，準備詞嘅啦。準備詞，即係而家直情同向個 camera 同我李浩拜哥話：我唔做啦。喂，講啊講啊，喂講。誒，而家係啊，全世界喺住呢度呢度呢個 cam。唔做啊！你話我唔做啦。我唔做啦。一期間成為網民熱話，得到外間極大迴響同支持，而呢句説話仲成為礦瑞克喺亞洲星光大道上嘅經典金句。你話得就得㗎啦。好啦。男人歌唱給誰來聽？下一首有沒有你心情？我和你吻別在無人的街，唱却又唱出我的情節。黑的表演咧，係今日好似冇乜信心，我唔知係咪第一個參賽者，變咗佢無論喺音準方面又或者喺眼神啊，成個整體嘅表現咧係冇咁淡定。我願意付出一切交換，我靈魂的另一半，這個世界唯一的你，是我擁有的奇蹟。心嘅事啊，喉咙有少少沙，沙之前练歌练到声带出血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过你从此不在深夜里买醉，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邝瑞克最强的兵器了，就是唱歌，唱歌没错，大声点讲给我听，有点保险公司的嘛，讲给我听你最强的是什么？唱歌，耶。今日嘅邝瑞克竟然成为咗亚洲星光大道亚军，当初嘅牺牲，一直努力为佢打开咗梦想之门。你放弃嗰份工系冇白费噶，系值得噶。多谢喺度，好多谢 ATV 亚洲电视咁睇得起我，多谢评判，多谢爹哋妈咪，多谢所有支持我嘅人。多謝，我哋都要多謝你帶咗好多咁好聽嘅歌俾我哋聽，多謝礦瑞克。
舒服好得好啊！舒服曬，舒服曬。又唔好再嘔啦，你。哎，又唔會再嘔噶啦，因為呢個亞軍得來不易，又會好好保護自己喉嚨。有得舒服，我哋睇得都舒服。咁即係完咗一個比賽啦，即係可以一試坐喺度咁輕鬆去睇舞台上嘅一切，呢個感覺非常之特別啊！好輕鬆，冇曬壓力，係嘛？依家好輕鬆，係嘛？依家咯，你諗下，你第一集嗰時又鼎力又羅力歸手。其實很多人都咁樣嘅，但係因為佢興起咗依個，傳染咯，依個傳染曬，依家商人又有啊，個個都有係啊。同埋記得第一集佢一開聲嗰時候，哇，乜鬼嘢麥咗啊你嚇，唱出嘅人一樣咁樣嘅，我覺得係咩？係咯，嗰時好多人都話佢似，但係其實諗翻依家羅力威自己又有自己嘅作品啦，其實已經係音樂嘅才華已經係可以掩蓋嘅一切。其實我覺得我仲似周杰倫啦，我唱過周《菊花台》，周杰倫嘅《菊花台》，我覺得我仲似周杰倫啦。係咩？你似白韻琴啫啩？係咩？琴啊？點解要大家喺度講周杰倫？講呢樣嘢咧？因為第九位就係羅力威嘅《成長之路》。第一次踏上亚洲星光大道舞台的罗力威，一开始除了被人说他似言承旭之外，还被人说他唱歌似足周杰伦，就因为这样令很多人留意他，记得他，但是亦因为这样，他要承受比其他参赛者更多的批评。前进没温度的双手，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，是成为自不寻的难过，在闪耀间飘逸的红雨，随着北风凋零，我轻轻摇曳风铃，像关系被遗弃的爱情，雪花已铺满。send 咗好多歌咧去唱片公司，咁啊，但系咧都唔成功，原因咧就系话啲歌唔够 commercial 系嘛？唱歌佢哋可能话我唱歌唔系发挥得好好，即系仲要进步多啲先至有咁嘅资格咯。今日唔知道你嘅发挥系点啦，阿妈。讲真的都好过好多歌星啦。是不是先？真的真的。大家同唔同意先？好過我哋今日好多個都好過好多歌星啦，真係。好過我都未聽過。我真係香港唱片公司咁高要求咩？幾時開始啊？阿羅力威係嘛？係。佢頭先嗰首歌甚至唱得穩定過同埋好過原唱添。哦，周杰倫要小心不過咁嗱，讚還讚佢唱得好，但有一樣嘢一定要改。係。佢連揸麥嘅手勢都學埋周杰倫。把聲已經似了，
咁變咗咧，呢樣可能成為咗點解唱片公司會拒絕你嘅原因。周杰倫永遠得一個嘅啫，我唔需要第二個周杰倫。冇錯，即係呢樣嘢，我諗係嚟緊嘅日子咧，阿威哥哥咧係需要你要擺脱周杰倫嘅影子啊，因為你唱歌腔口太似周杰倫。真正的王者风范是会用实力和行动证明一切。你的美丽我在沉醉，想看透你的美，关于你的人生中一片片，随着风想象你的笑，在你身上学会当有想停止了幻变，在烦恼的世界，像凡人紧紧抓住拥抱，永不给手放，放开你这纯情啊！现实并不重要，只要有你怀抱，盼着纪念明天，时时刻刻偷偷你笑。陪着我飞，多高才不重要，选择你陪，就是最个地方，闯进你的怀抱，欣赏你的微笑，抬头看着天空，绵绵你像解药，咖啡用你泡，来提醒我不骄傲。小秋冬，我真的没有烦恼。现实并不重要，只要有你怀抱，盼着今天明天，时时刻刻都懂你笑。若陪着我飞，我的再不重要，选择有你陪，就是最高地方，闯进你的怀抱，欣赏你的微笑，抬头看着天空，你笑。这样，咖啡用你泡，来提醒我不骄傲。其实你用自己的作品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大家不熟悉这首歌，我一听不入耳，我就会可能会扣分。但是整件事你是脱颖而出，我用这四个字来形容。同埋我好開心，你今日用了一隻歌係揾到你自己的風格，我覺得你有你注入了羅力威的血在裏面。咁而呢樣嘢，我呢隻歌裏面嘅有你自己的風格之餘，又有一隻係一隻好好嘅歌嚟嘅，係一隻我覺得係會 hit 嘅歌嚟嘅。所以成件事我覺得哇係 magic 嘅，你今日呢一個最 last 呢一 round 呢個 PK。多謝。
仲有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你雖然有你係你係好似周杰倫，但係其實你嘅 power 係好過周杰倫嘅，所以你繼續喺呢方面下苦功。只要繼續堅持，別人總會另眼相看。另一首嘅自創歌，將佢推向巔峰。你咧，我知啦，你冇做收費員啊嘛，依家就真係做燈光師係咪咧？冇咗啦。咁阿明就做咩啊？係咪中醫嗰份讀得唔係幾好啊？過去大學啊，過嚟 ATV 啲車費都好貴啊，幫補下。好辛苦啦，係嘛？即係拎住啲燈好重，好辛苦。係啦。你拎住個空嘅燈，又冇燈膽咁。係咯，好辛苦啊，係嘛？係啊，好攰啊！啊，威哥係咪想暗示啲乜嘢嘢咧？冇。其實冇錯，我哋今日咧就係想借呢個燈膽嚟介紹我哋第八位嘅，就係李浩嘉嘅電燈膽。不會被罵，我怕我當那電燈膽，他日我們來來回委曲中受難。好啦，差唔多啦，喂。会选我吗？
能回避吗？我怕了当那电灯胆，恋上你们来来回，委曲中受难。一个我被撇低，却又很不惯，要走的一生又折返。能承认吗？我故意当那电灯胆，他人你们完全是一体也不难。善良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，梦想一天你们会散，会选。这歌好听咗啊！点解？如果原唱者会唱咧，你喺后边做幕后代唱咧，会更加精彩。一首《电灯胆》令李浩嘉喺 YouTube 嘅点击率超过120,000人次，一夜间赢尽网民掌声，更成为报纸、私人娱乐头条嘅主角，杂志访问接踵而来，一唱成名。但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真心多浓。我老公系，唔好咁啦，我唔舍得噶，因为最尾一集嘅最尾一集啦，最尾一集嘅最尾一集，即到咗呢个，系到咗呢个时刻，其实。今日系唔使唱歌噶，你知我哋每个礼拜日都唱惯咗噶啦。但系又你，大家诶，今日系一个2009大事回顾，有一个回顾咧，一定要讲下噶。其实咁多集以嚟咧，最大家最唔舍得嘅嗰一刻就肯定系。每一集都有星光家族的成员被人淘汰啦，咁其实嗰个时候是最不开心的，但系最开心和最感动的亦都系佢哋被人淘汰咗嘅星光家族成员咧，佢哋每一集我哋嘅录影，佢哋都会坐喺台下睇我哋，呢个系真系好难得我哋可以做到呢份友谊，同埋佢哋都仲系咁支持我哋，系真系好好嘅。讲讲下阿美喺入边，喺度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哋相信奇迹吗？我觉得你啱讲嗰一班嘅星光朋友，令我谂起一个人，而呢一个人，我觉得我哋唔可以唔记得佢。佢就系我哋嘅第七位冼启豪，拜步复活。在很久以后。想让你陪伴的是我，那也许太久的一时冲动，在你身后的独角戏，聚光灯没亮过，怀疑。我好希望可以听到啲歌手咧，嗰啲歌系感动到我嘅，但系呢一首系完全感动唔到我嘅咯。个个都系九，五十九。Oh. Thank you. 其實我是一個人回來的，那我想跟我媽咪說是很多謝她相信我，我有能力可以在香港自己獨立，那就可以找到工作，接著support 到我自己。還有我知道她經常都叫我給心機上班，但其實我知道她喜歡聽我唱歌的，在台上。咁系咯，虽然唔系咁够听咗一集，咁但系都希望佢会满足。我今日想话叫埋落咗选而个个礼拜都有参加嘅朋友上埋台，俾啲掌声佢哋好唔好啊？奇迹系大家以为不可能发生，事实勇往直前，永不放弃，世上没有不可能。失去勇气，天天难了难忘记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全身。
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或爱得太重，只能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在大本的復活的比賽裏面，那麼多個的參賽者，他是最大進步的。阿豪仔他一路唱歌的時候，我一路望著他的眼，因為大家真的要給他一些掌聲。他由第一次很早就已經是走出去，但每個禮拜我們都見到他，他沒有放棄過，而且越來越好。我覺得他除了跟自己交代了之外，也跟了很多人的交代，真的很好，把聲音很漂亮。你自己講個分數幾多？喂，我真係覺得呢個係我哋今日節目一個好大好大嘅高潮嚟嘅，因為冼啟豪喺第一集嘅時候就已經同我哋即係拜拜拜啦，但係竟然今日係以0.1分嘅差距有咁嘅結果，你真係唔相信？唔係，因為我覺得今日呢個結果，冼啟豪係可以話俾全世界人聽，只要你有做夢嘅心，你就有機會可以達到你嘅夢想嘅。唔好喊住啦！捱挫折太多，行絕路，直行直過。擔心我的好友。别理我，冼啟豪分数。恭喜晒冼啟豪同埋黄文涛，呢个系大家最觉得最意想不到嘅。原因是因為冼啟豪在第一集的時候其實已經未爆，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，當中他是真的經過可能很多的苦功，也是鍛鍊自己的唱功，才今天得到一個好的分數。求求你頂過一期，何時才打開天窗不顧忌，如排氣像是勇氣，亦至少終於等到些傳奇。無聊的遊戲，從眼角未沙足心理這一場戲，神俠卻貌你。無聊的遊戲，誰叫我那麼喜歡你，再不甘心倒跟你玩弄着拒絕逃避。大家記唔記得依個位咧？依個位係咧明師高徒我最中意嗰個李仁錯過㗎。係啊係啊嘛，我就記得超偶冠軍朱麗靜就係坐呢個位㗎啦。你哋咧？咁我依個位咧就係踢館隊嘅吳家亮，但係因為佢都係廣州人，所以對佢深刻特別。佢個
佢印象啊，唔係深刻，對佢印象特別深刻嘅，佢因為佢男仔嘅唱女聲，哇塞！你講嘢都幾有層次啊！你等一陣，炮哥，坐坐過嚟先。Hello。我對化妝間嘅感覺係成日會見到炮哥咯。咁我見證到即係化妝嘅重要性嘅，其實其實冇咩特別意思啊。咁主要係炮哥去化妝前好靚，好有性格；化妝後更加有性格，更加有魅力。所以炮哥你得嘅，呢一切完美啊！完啦，你係得嘅，抵你攞冠軍嘅。你想講乜嘢？多謝，大家請收睇第六位嘅踢館大戰。遇到困难会去克服，人先至会成长同进步。亚洲星光大道参赛者每日都不断进步，而当中三次踢馆赛令他们获益良多，进步神速。
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，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，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，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，是否原谅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仍孤独，想远去的脚步，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在乎，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，是否原谅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温柔。
今天我要唱一首歌《遺失的美好》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耶！點解我哋會玩埋啲咁無聊嘅遊戲咧？因為咧，阿明，你記唔記得當時咧，我哋曾經有一位11歲、年紀輕輕嘅小男孩，佢係徐傑，係啦。你記唔記得？記得啊！佢仲嚇將我哋嘅最親愛嘅，又係年紀最小嘅何永森小妹妹淘汰咗添。係啊！係啊！係啊！真慘。係。所以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呢個年紀最小，對年紀最細之戰。徐傑、何永森，去片。喺星光家族當中，年紀最細嘅就只有15歲嘅何永森。自第一集初登星光舞台開始，竟已風芒不露。我选何永森姐姐。何永森姐姐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一个比佢年纪更细嘅台湾小朋友徐杰，一开声震慑全场。
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学着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等泪滑落嘴角，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。不过太多的梦境也从不停靠，只因心学着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说不清那美好，其實總決賽完咗啦，咁我輸你0.1分啦。咁其實好多人問我會唔會覺得好唔服咧？其實我想話俾你哋知咧，其實我係覺得冇嘅，因為我覺得除咗喺個樂壇要有一個好嘅聲線同埋有好嘅音樂之餘咧，其實我覺得係對社會都會係有一分責任嘅。咁之前我睇翻你嘅影片啦，跟住即係祝我生日快樂嗰集，我其實自己睇感動到好喊嘅都係啊，因為我覺得你對社會真係好有責任。冇錯嘅，啱。係咯，嗰集其實我都有鄧樂你威擔心啊，因為咧，我記得佢之前唔係揀呢只歌嘅，係揀一隻你仲有把握嘅歌啊嘛，係。我冇諗住講咩歌喎，跟住咧佢係臨時轉咗呢只祝我生日快樂啦。咁其實我係覺得呢個係咪係好偉大嘅？即係你肯為一個可能唔認識嘅一個女仔啊，去轉呢一首歌啊咁樣。所以我覺得你攞呢個冠軍其實都係實至名歸嘅。你係咪唔慣聽呢啲？其實我都覺得嚇嗰集失戀必唱歌。要為住一個患癌症嘅一個支持者去臨陣去改歌，咁冒住可能會失分嘅危險啦。
我覺得呢一份內在嘅意義咧，其實我自己心裏面覺得好感動嘅，咁樣咯，所以覺得係好嘅。其實呢啲又唔關攞唔攞冠軍事嘅，不過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咁樣咯，即係咁樣係好事嚟噶嘛。所以大家都加油咯！既然係咁嘅話，咁我哋就睇一睇我哋呢個第四位嘅。祝我生日快樂！每個人每年都會過一次生日，但如果今年係最後一年，你會點過呢？上個月 Joyce 證實患上末期腦癌，醫生話 Joyce 嘅壽命只係剩翻六至九個月。Joyce 熱愛音樂，於是喺佢偶像羅力威嘅網誌上留言，希望喺佢最後一個生日可以聽到羅力威送上嘅生日歌。佢冇諗過，簡單一句留言，一個生日奢望竟然可以成真。烛点了，寂寞冷了。
超级偶像为亚洲星光大道带来好多火花。自从超偶十强嚟香港踢馆之后，我哋星光家族亦礼尚往来，特别去到台湾超偶主场踢馆。我哋系星光家族，我哋嚟台湾踢馆噶。而另一焦点所在就非星光冠军王莫属，因为强敌在前，主场之利，星光六战士。亦只有罗力威一人凯旋而归。小数零点二 ，OK， 我恭喜香港的罗力威，恭喜！喂，今日我哋冇咩做，陪下你啦，陪下你啦，吓，不如系咪猜包剪头啊？我估到啦，我会出剪，系咪出剪啊嘛？我都出剪，系嘛？系嘛？好啊！我真系信你哋啊！你系好人，你唔讲大话噶。系冇错，包剪得，嗱明，咩我都冇讲过喎。唔係，其實係我哋三夾埋嘅，因為比賽咁耐以嚟，你都未試過失敗區啊嘛，係嘛？就係想你試下錯過失敗區嘅滋味。唔好咁講，其實失敗過，但係咁啱嗰時超偶未整依個報警牌啦，未有呢個失敗區係咁啱好彩。喂，唔好擋住我啦！嗰日就，所以我就係好彩冇嘗試過依個失敗區。其實講下你哋啊，咁啊，力威，你都有試過失敗嘅。你坐低先諗到噶嘛咧，係嘛？
嗰時其實即係輸咗都咁穩就坐啦，都個感受咧就係得唔好舒服，即係但係坐得幾唔舒服，係啊，所以。都係唔夠嗰邊啊！想努力啲，唔想坐唔舒服嘅凳。睇啦，蚊有冇嘗試過失敗？有啊，入過失敗區啊，都嚇、啊，都嚇、啊、幾、那個感覺都幾唔錯嘅，得閒嚟坐下。咁我唔使講啦，坐到呢個位置，喊到肥啲肥咧，係啦。咁其實我哋講咁多都係進入我哋嘅第二位，就係、是、失敗區。能够令参赛者心急如焚，能够令参赛者坐立不安，这个可能是他们离开星光舞台前最后一个落脚点，亦可能是他们得以重生的地方。其实在我们这边失败区喊得很惨烈的。Hello 我是第一次见到戴婉琪这么伤心，不要播这些音乐，我叫你们。我又不信你播轻松的音乐，你讲惨的你会不哭。刚才你坐在这里想什么呢？来，有支麦。是的。那些支持者出声啊，来啊。喂，你未走的啊。未走。你是不是很伤心？因为只是给你一张纸巾给你，但你放心，我有成盒在这里。放心啊，不是因为今天我妈咪都是契妈来了，所以我觉得令他们很失望。他很害怕离开大家，他很害怕离开这个舞台。那么何永森，我想问你，你想不想离开这个舞台呢？不想。不想的话，你觉得最好做的应该现在要做什么？收好心情，跟着等阵唱好歌给大家听。刚刚来亚洲星光大道前，我觉得看翻之前嗰啲影片啦，我覺得自己嗰份自信真係可能冇咗，但係我唔知點解啦。係啊，可能可能。我哋一路咧去留意礦瑞克咧，我自己啊，我好記得咧，曾經有一個階段咧，就係因為礦瑞克咧唱歌唱到咧，佢話自己聲帶出血，會唔會就係嗰刻嘅時候，其實都？幾即係打沉咗自己個，或者俾太大壓力自己咧？可能俾太大壓力自己，因為我永遠都唔會忘記咧。其實礦瑞克喺第一集唱完歌之後，我身邊有好多朋友，台灣嘅朋友睇我哋嘅電視，已經俾佢收買咗人心，即係覺得礦瑞克無論出唱片又好，唔出唱片又好，都已經係佢嘅 fans 啦。即係其實你嘅唱功已經得到大家嘅肯定，而家最希望係你要肯定自己。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到，因為我哋都相信你可以做到。我哋咧成日好似啲心理治療師咁樣啊！嗱，兩位朋友，請你望下你後邊嗰三個字，望一望先啊！失敗區係你哋後邊嘅，你而家企咗喺前邊噶，將個失敗區都掉咗佢，掉走咗佢。不如而家同大家講，我哋成日咧，我覺得咧去到失敗區咧，都係問啊，你知唔知自己咧可能個表現有啲差啊，差在咩啊咁？不如喺呢一刻正能量攞出嚟啦，礦瑞克最強嘅兵器啦，就係、是。唱歌，冇錯。大聲啲講俾我聽，有啲保險公司啊嘛，講俾我聽，你最強嘅係咩？唱歌。Yeah！ 你好噶。唱歌，我。但其實我覺得，喺呢個比賽裡面，我係收穫咗好多嘢嘅。我覺得喺呢個比賽裡面，無論係小學啦、中學啦、大學嘅同學，佢哋都係相當支持我嘅。我覺得我找到很多朋友，對不起媽咪，我覺得自己很幸福，所以
真係呢位真係好朋友，好似睇演唱會嗰啲，人哋唱緊心情嘅歌，你突然間加油啊蔡千兵咁啊，即刻醒曬大家。你嚇到佢 T 恤都跌咗落地。所以其實我今日唱嗰首《剩女的月光》，其實係除咗希望我自己有幸福之外，我都希望我身邊嘅所有人都可以收穫到一種嘅幸福。我蔡千兵係好中意將所有感情收埋喺心裏面嘅人。我希望身邊嘅人都可以快樂，都可以獲得，都可以好開心。所以我嘅夢想係做一個福音歌手。我想將好嘅音樂同埋好嘅信仰結合。多謝大家。第一位啦，咁咧就肯定係呢一段片啦。我都覺得係呢條片啊，就係我哋嘅總決賽當晚啊。點解啊？因為嗰晚真係好緊張、好刺激啊！大家都鬥得難分難解係嘛？咁我哋嚇嗰晚真係我依家個心仲卜卜跳啊！你哋咧，你哋有咩感受啊？我好開心認識到你四位咯。咁真係啊嘛，唔止呢四位。當然啦，咁梗係好開心認識到我哋所有參賽者。心情當然係緊張之餘，而家係有啲放鬆同埋有啲開心啦。當然會贏咗一個獎，所以多謝大家嗰晚好享受比賽。好感謝所有人投有真係可能出個金錢去投票啊！我哋每一位支持啊，多謝大家，多謝評判，多謝每一位。有時我哋可能比賽上面感謝嘅説話未感謝到所有人，但其實我哋仲有好多人想感謝，所以希望我再將呢一番説話重講一次，跟住再交俾阿克再講多啲。咁其實總決賽當晚自己都好難忘嘅，咁可以好榮幸咁可以同到自己偶像啊楊宗偉合唱《背叛》呢首歌啦。咁其實同佢唱緊呢只歌嗰時，我自己都好緊張，同埋好驚自己會唱得唔好啊，或者會係點啊？反正都係好多美好嘅回憶啦，係啊，嗰晚。咁不如我哋快啲睇下呢一段片，就係第一位嘅亞洲星光大道總決賽。台湾选秀节目的殿堂级人马杨宗纬的出现，亦成为亚洲星光大道冠军争霸战当晚高潮所在。站在十字路的交点，该怎么走？我却只想回头。伞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什么，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，你都了解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谁能此刻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，你却越来越远。雨不停落下来，
愉快。只要你能愉快。可是你从不在意我的伤悲，丢给我一些喜悦的碎屑，却带走我一切。你不爱我，是我舍不得，是我不配，何必再狼狈。
由開始第一集一路被稱為冠軍王，每一次他的出現都在網絡度上高熱爆。呢一位就是我哋第一屆亞洲星光大道的冠軍王，大家一齊嗌佢叫咩名？睇曬十條片啊，係咪好精彩呢？精彩精彩，咁樣咧睇曬啦，咁亦都證明咧，我哋亞洲星光大道一咧，咁就喺呢度真係圓滿結束咗啦。但係咧，亞洲星光大道一嘅結束咧，就代表住下一屆亞洲星光大道二嘅開始嘞喎，係嘛？阿炮哥，我聽講你好似知道少少下屆嘅嚇內幕喎。就唔係話內幕嘅，不過聽講咧有個好似謝霆鋒㗎。係咩？我都知道咧，好似話終於有一個人咧係高過我嘅喎。係啊，仲靚仔過你添啊！係咩？但係佢未必搞笑過我㗎。咁我都知道有啲嘅。咁星光大道二啲女參賽者啲數就係高過我哋一班嘅。喂！乜嘢？歌藝。冇錯。即係其實歌唱比賽最重要嘅都係唱歌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喺呢個時候。下個禮拜一定要繼續支持和收睇我哋嘅亞洲星光大道二，拜拜！大家好，我哋係星光二百，亞洲星光大道二將會由我哋接棒，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亞洲星光大道二，耶！